所有那些射灯都快打折了。那说不定一会儿他们会啊。那我就不管了。你没电了？一格电都没有了。哦。不过也还能照。OK。就一会儿等他。那他如果是你说过了那个的话，他那些灯会灭掉一些吗？我不知道。哇哦。Thank you.